要做到 Better Me， 當然要把握每一個機會。身為 artist 嘅我，成日都會遇到意想不到嘅機會，所以我哋成日都要保持時刻最佳嘅狀態同身形嚟迎接每一個工作嘅嚟臨。前排因為拍攝新片嘅關係，所以用咗半年嘅時間嚟 train up 啲 muscle， 但係因為後嚟都去咗內地拍攝其他工作，所以就冇繼續 train up， 發覺自己嘅手臂咧越嚟越鬆弛，冇曬彈性，所以翻嚟香港趕急揾 elyze 幫手幫我 shape 翻 firm 翻曬靚線條。elyze 幫我專攻手臂嘅拜拜肉，睇住佢成個線條幫我 firm 翻曬出嚟。我就解決曬所有嘅煩惱，可以幫我專心喺工作上面表現到最好。其實我腦海入邊有好多工作嘅諗法，眼前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會。既然最難 shape 嘅身體線條我都可以做到，我相信冇嘢係做唔到。Better shape, better JM， 一定會把握每一個機會 ，prepare 好裏裏外外嘅我。當然要 keep 住自己最靚嘅身形，去迎接每一個更好嘅挑戰。